勇气，我这次一定要努力。，我要紧张的要吐了。有水，喂呦喂呦，是个水，喂呦喂呦，是个水，有腿，有腿，OK， 来吧，不是很深，那它就不是很大是吗？那边什么都没有啊。不动人！哎呀，断了！不动人！哎呀，断了！哎呀，断了！断了我那个！什么？我的东西断了？它分开了！断了！它自己分开！已经死他了是吗？已经死他了是吗？等会你那个会动吗？我没有摸到，我试一下把它分开，你试一下能不能把它分开，好不好？我这个很累，你试一下吧，要摸必须得摸，必须得摸。对不起啊，我试一下把它分开。这太可怕了，它不是生的，它不是生的，它不是活的，不是活的，不是活的，是什么东西？哎，这应该不是鱼吧？我看它动不动，这是一个袋子吗？肯定不是活的，对不对？那我掐一下它好不好？断开了，那是吃的，海带，是海带。滑滑长长的，大概5公分。哎呦，哎，游得好快啊！是鱼，肯定是鱼，很短的。这个好难啊！为什么我没有摸到啊？怎么又没有啊？这次我真的不行，因为我最怕是那种湿湿的啊，但是我摸上去感觉速度好快，它很怕我，我觉得它是很短很短的一种鱼，很短很短的。但是那是活的东西吗？因为我把它解开了，解开了，解开了，好残忍。我也是把它撕开了，然后它不动，可能是粉条。对对对，很像凉皮凉粉。我那个有点像是青蛙或者牛蛙之类的，青蛙或者牛蛙之类的。真的假的？还好我没抽到那个，最后抓到，然后它在里面。天哪！水里不会有鱼吧？不会有鱼吧？哎，我抓到它嘞！鱼应该是啪啪啪啪啪啪那个，对，有点滑走。它那个。你们太狠了！我摸的是一缸冰水，因为我确实怂了。刚才水是你的死穴是吧？对，所以你洗澡的时候晕过去了。你泡澡怎么办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我呢？你摸到了吗？我没有。那你说什么呢？但我摸到水了。我也摸到水了呀。我舔了。那你厉害啊。这一轮有三种物体，比例是2、3、4，请选择。
好，现在请看结果。耶 ！Come on！ 啊，是鱼吗？郑凯，你的触觉绝对有问题，你搞事情是吧？他真的跳啊！你的鱼能摸成青蛙，我真的也是绝了，我真的是。很遗憾，这一轮没有失败了，所以目前你们的对决人数还是没有减少。太吓人了，就录节目录的觉得自己很可怜，你知道吗？我也觉得我边上都飘着那种落叶，对，特别苍凉。如果有一个组织的话，是应该保护我们这种人的。对，嗯，就要保护摸黑箱组织。接下来我们会进行最后一轮，如果挑战成功的话，对决人数可以减少100。哇，就难度高了，你们误什么？等一下，听，听，听。